生意不好，结果我在面馆这边生意都爆满，变成都是老顾客在吃嘛，这肯定就不平衡嘛。他们生活正在打调料，其他人都进多了，放了砖头，他跟其他客人说面桶里面有砖头，就都看到了。跟我的老顾客说了，有砖头我也吃啊，马上换面水。